你在干嘛呢？齐少，这个是你的血液，你体内有一种毒，跟毒瘟疫特别相似，但是又有另外一种毒把它给克制住了。之前我在采绝宗草的时候，不小心中了绝宗草的毒，后来又吃了绝宗草根部的叶子，现在身上的毒素有各种各样的，更何况绝宗草也是天下制毒嘛，所以很像毒蛊之毒也是很正常的。 我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你看啊，这是毒瘟疫的毒，这是你的血液。你看，你体内有一种药性，跟毒瘟疫相克，但是又相互融合。齐少，你那还有绝宗草吗？绝宗草我全部都交给玉泽了，更何况你说的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。 那要不你把七毒草给我，我再研究一下，指不定会有新的发现。哎，说来说去，你还是想要拿七毒草。我跟你说，我不会给你的。娘娘，娘娘，熹妃在旦夕，你马上跟我去大营吧。丫头，你不能去。七少，殿下这样下去会没命的。你不能去就是不能去，更何况我答应过龙飞燕的。 我是秦王妃，我倒要看看，今天有谁敢阻止我救我的夫君？那我也告诉你，只要我顾七少在这儿，我看你能不能去。哎，走。哎。